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请掀开经本245面，倒数第六行，从这个小注的第八段看起。了义经中，语语能正道，句句可入门。以弥陀经经言之，如这持名号，一心不乱两语，固然设有前后，这持是下手处，一心是智持之功效。然若不能体会一心一起修，终亦不能做到智持。然则一心不乱，岂可仅作功效观之乎？这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大乘了义经典。所谓了义，就是他所说的道理，所说的方法，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在一生当中修学，能达到开悟，能达到见性成佛的效果。那么这样的经论才称之为了义的经典。那么除净宗经典之外，像华严、法华、楞严、楞伽、这个金刚般若，都是属于了义的大乘经。那么这些经典里面，字字句句都能够帮助我们证道，都能够帮助我们入门。这个门就是大乘了义之门啊，这个不是普通的门径。那么下面呢，举一个例子说，他不举别的经啊，举阿弥陀经，姜维农居士用意就很深了。在佛门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人把《弥陀经》看浅，把净土法门呢看错了，以为这个法门是老太婆教。以为弥陀经里面没有什么道理，殊不知
《弥陀经》才是《大乘了义经》中的精华。经文看起来好像很浅，实际上是其深无比。我们看到莲池大师的疏钞，藕益大师的要解，就知道《弥陀经》确确实实是不思议经。这里举出两句，这两句也是《弥陀经》里面最要紧的两句话：智持名号，一心不乱。这个两句话字字都含无量意，我们就把这两句话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智持在本经里面讲得多了，世尊在这一会里面教给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句话重复了很多次。多次的重复当然是非常重要。受持就是《弥陀经》上的智持，佛教给我们智持的是名号，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念佛的人很多，真正做到这四个字的人不多。为什么呢？如果真的做到这四个字，他底下那一句效果他会得到，他会得一心不乱的。念佛念了一辈子一心不乱没得到，什么原因呢？没有智持名号，所以你得不到一心啊。可见智持不容易啊。当然这其中第一要紧的事情还是要明了名号的意义，这个是净宗法门里头常说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名号有什么功德？就四相上来说，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包括尽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代十教，就在这一句名号之中啊。这是我们就事论事的才知道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非常古大德，将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做个比较，哪一部经第一？这一比较之后，几乎大家都公认《大方广佛华严经》是第一部经。为什么称《华严经》是第一经？这不能说没有道理。《华严经》对于宇宙人生的四理性相因果面面都说到了，说得非常完整。清凉大师以四科判经，信、解、行、证，这个教义圆圆满满，确实可以称为第一经。可是再把华严经跟无量寿经做个比较呢，这大家公认无量寿经第一，这是第一当中的第一了。为什么一开端不把无量寿经呢看作第一，要比较之下了才称之为第一？这是刚才说过了，《华严经》讲的圆满，《无量寿经》跟《弥陀经》讲的没有《华严》那么圆满，面面都讲到了，没有。那为什么《无量寿经》会把《华严经》比下去？华严到最后也成佛了，怎么成佛的？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极乐了才成佛的。那么由此可知，华严到最后如果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就成不了佛。那么由此可知，原来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总结，是华严经的归属啊。华严是大本，弥陀经是小本，大本小本是一样的，所以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归属啊，总结接在这个地方啊，那当然是第一的第一，没有话说了。无量寿经我们现在采取的本子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总共有48品，这48品哪一品第一呢？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了，第六品是阿弥陀佛48愿。这一部无量寿经都是讲的48愿，字字句句没有离开48愿。48愿是阿弥陀佛说的，这是经中的中心，是经中的根本，
么四十八愿哪一愿第一呢？这是古大德告诉我们，古大德几乎是公认的第十八愿第一。十八愿说的是什么呢？生愿必生，这是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说出来了。那么由此可知，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啊，要是把它展开来，就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展开来，就是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再一扩大展开，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经再一展开，就是大藏经啊，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不仅世尊所说，乃至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为法界众生演说无量无边的经典，都不出一句阿弥陀佛，我们才认识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真实不可思议，你才肯受持啊。智持比受持更进一步啊，知识的就坚固的执着啊。你看金刚般若要把执着打破啊，我们念佛人呢要坚固的执着啊，要牢牢的执着啊，这个是就法门不相同啊。般若是讲空啊，要通通舍掉，那么我们净宗呢通通舍掉，阿弥陀佛坚固的抓住啊，这个是跟净宗修学的方法不一样啊，法门呢不相同啊，要把它抓住啊，决定不放松啊。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二六十中要净念相继啊，这才是真正支持啊，所以你懂得名号的意义。那么刚才这样子较量啊，都是从相上说的。如果我们说的更深一层，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就是自己的真如本性。这四个字都是梵语音译。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所以要用中文译出它的意思，无量觉。无量包括了世间法、出世间法，世出世间法无量无边啊，不可思议，没有法子计算的啊，那真是经上所说的为佛与佛方能究竟，等觉菩萨也没法子啊，也不能知道他的边际，这是自信，信得六祖慧能大师所谓的何其自信本来具足啊，无量无边，就是这个一切法是自信里的本来具足的，能生万法，设法界一真庄严，是自信变现出来的。
信的体相得用，一句阿弥陀佛名号通通包含了。所以阿弥陀佛这句名号是我们真如本性的德号，念这个名号能见性，念这个名号能证无上菩提。所以大势至菩萨才说，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不假方便，不需要再借任何一个方法来帮助，不需要，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你看看，这么简单，这么容易，这样的不可思议啊！自得心开，那个心开就是宗禅宗里面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用这一个啊，这是他深的意思，他是自信的好。那么我们再从因果上来看，那更不可思议。从因果上看呢，一定要懂得因果的原理。佛在《了义经》中，像华严里面所说的，一切诸法，包括世间法、出世间法，一切诸法，设法界一真庄严，这里面包括了一真法界。这些境界从哪里来的呢？经上说，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因为华严上有唯识所变，所以法相唯识宗啊，把华严经啊也算他们主要经典之一。啊，法相宗总共有六部经，十一部论。啊，六经十一论，啊，华严是六经之一啊，就是华严经上说的唯识所变。那么佛又常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你要把这些要紧的经文句子，它的甚深广博的意义你要明了，然后你才会真正相信因果。这个因果里面，既然一切法从心想生嘛，所以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个就是从心想生的，大势至菩萨所依据的就是从心想生的，所以我们才知道，念佛是因，成佛是果。我们今天一听到完起心动念，我们念的是什么？给诸位说，念什么就变什么。这个世间人一天到晚念什么呢？念钞票啊，那念黄金、念美钞啊，天天念这些啊。念这个东西变什么呢？诸位晓得，念这是念贪的，贪图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啊，他念贪心啊。念贪，贪的将来变什么？变恶鬼。
所以诸位晓得，念黄金美钞，念五欲六尘，他是念鬼呀。他念鬼，将来死了，他就变成鬼了。那是这么个道理啊！啊，一天到晚发脾气，这个人看不顺眼，那个事情看不惯，那尘秽，尘秽是念地狱，将来就变地狱，这不是好事情。啊，只有佛教给我们念佛，十法界里的佛最圆满了。我们天天念佛，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念佛成佛，那么这就是知识名号。啊，你要不把名号、功德、利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搞透彻，支持两个字相当不容易啊！啊，人真的到支持了，就是一心念佛了。啊，《无量寿经》上讲的，一向转念，一向就是一心的。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专念。其他的通通放下了，啊，心里面呢再也不牵挂了，那个才叫做支持名号。啊，那么你这个念法得一心不乱，就很可能。啊，看你功夫的勤度。功夫情度从哪里说呢？你是不是真的放下了？是不是真的彻底放下了？这放下是功夫啊！啊，这个放下了，所有一切障碍没有了，把业障放下了。那第二层的功夫呢？你是不是专念？啊，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专想西方极乐世界，果然如此，这个一心不乱很容易得到，因为你这种念，你已经这一心成念。那么由此可知，这两句虽然一个是功夫啊，一个是效果，那效果也是功夫，功夫也是效果，啊，这个才符合《金刚经》上所讲的原理，万法一如啊，啊，如果它是两桩事情，那就不是一如了，啊，它确实不违背《金刚经》上的最高的原理，一如。非一非一，这个知识名号跟一心不乱，从相上讲，非一，它是两桩事情，一个是功夫，一个是功效。那从理上讲呢，它是一样的，它不一。所以是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呐。啊，因果不二啊，啊，功夫跟效果是一样，不是二。啊，但是净宗的下手处，就是在支持。啊，支持必须要放下外面。这是金刚般若的，的确帮我们很大的忙啊，帮我们看破世界啊，看破宇宙人生的假象啊，我们才真正从心里面把它舍弃掉了。不但
身外之物，我再不牵挂了，再也不忧虑了，再也不去想它。即使这个身体也不想它。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一心一意念阿弥陀佛，想阿弥陀佛，这就是支持名号了。这样念佛决定往生了，没有一个不往生的。所谓是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漏掉啊。那么这个底下文呢，我们念念就行了，意思都说到了。然若不能体会一心一起修，终亦不能做到实持，是这个支持。所以要想真正做到这个受持啊、支持啊，一定要懂得一心一向。大经上给我们讲的一向专念，一心称念，这个才行。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一心不乱，如果仅仅当作功效来看，那还是有偏差啊，那就不能呢与这个非一非异诸法一如的原理就不相应。此经句句摄理摄修，即无一句不可以贯通全经。这个意思，我想每一位同修读诵《金刚经》的经文，多少都能够有一些体会。纵然不能够很深的体会，浅浅的体会，我相信一定有。确确实实这个经文呢，字字句句都能够贯彻全经。前面能贯彻到后面，后面呢也能贯通到前面，故随念一句，皆可从此悟道。我们读到经后面的经文，会更深刻地体会到前面所讲的。读经的时候，读到前面经文呢，也能够领会到这个经后面的意趣。这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悟处啊，悟有大悟，有小悟，有浅深次第不同。那么，这是我们读诵受持的真实的受用。再看幕后这一段，若真灵力汉，
林立案是禅宗里头常说的，就是教下里面所讲的上根立志啊，这个根性恒立的人，说得知大乘佛说是法印，便可随念一句，以印之于四时法法。上根立志的人，他们聪明，他们知道怎么修，知道如何用功。我们虽然不是上根立志，但是也应当学习。我们纵然得不到大的利益，可是小的受用啊，是决定可以得到的。大乘经，尤其是了义的经，真的字字句句都是法印。法印在中国人讲，跟中国古人讲没有问题，那个意思很明显。跟现代人，你跟现代外国人讲，他们的印象很模糊，不知道这个印是做什么用的，尤其现代，现在在外国我们都签字都不用印了，印没用处了，现在印都变成一个艺术品了，变成欣赏的。从前这个印是代表信用的，政府机关有公文要告诉老百姓，如果这上面没有印，那就是假的，大家不能接受的，必须要把官府的大印盖上，这个是正式的文件了，是这个地方长官负责任颁布的，我们要接受，要奉行。那么佛有没有印呢？佛没有印，佛所说的法就叫做法印，佛讲的这原理原则，凡是符合佛所说的原理原则，这是真经啊，这不是假的。那么在通常讲，小乘经有三法印，就是小乘经所说的决定不会违背这三个原则：无我、无常、涅槃，这三个原则。大乘经里面呢叫一法印，实相，实相是事实真相，所有一切大乘经都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这个大乘经以实相印，
那么这叫总印。如果要比数，佛在《大乘经》里头，字字句句都是法印，啊，字字句句都是真实语言。我们不能违背，应当依教奉行。佛法实实在在讲，的确是合情、合理、合法。世人并没有说，我们在一切经典里面，自己可以仔细去观察。佛没有说，只有他一个人说的称之为经，那别人说的都不行，佛没这个说法。而且佛呢很开明，跟我们讲啊，这个佛的经啊有五种人数，除佛以外，佛的弟子心人、变化人，但是除佛以外其他人所说的一定要跟佛说的原理原则相同，佛点头啊，那都承认他是佛经，这就讲了与法印相合。他讲的大乘法门确实讲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虽不是佛说的，佛听了会点头同意，跟佛讲的没有两样。所以由此可知，佛法是非常开明，今天讲的明主绝没有专制，没有独大。比如民国初年以来，印光大师提倡量判四训，提倡安世全数，安世全数的前面一部分是文昌帝君殷志文的注解。文昌帝君殷志文是道教的，那不是佛教的。了凡四训呢，是一个普通，是个在家居士，教训儿子的四篇文章。那这不是佛经啊！印祖一生大力提倡，我们也跟在后面了，继续提倡。有人就问我了，曾经有一位法师来责备我，那找麻烦的。他说：“你一出了家，讲经的法师，你讲佛经就好了，为什么讲外道的经啊？”我说：“我什么时候讲外道啊？”他说：“你讲的了凡四训那不是外道的。”他把了凡四训当作外道了。哦，我说你说的这个，这我是讲了很多遍，文昌帝君殷志文也讲过，太上感应篇也讲过，这都是道教的。我说虽然它不是佛经，但是它是佛法法印承认过的。这什么法印？我就念给他听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我说这首偈算不算法印？他也算很聪明，掉头就跑了，再不说了。你看看这几本书里头，是不是讲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就对了吗？那跟佛讲的有什么两样呢？
而且讲的更微细，很符合于我们中国人呢这个社会环境。所以祖师提倡不会错啊。这就是讲的大乘法印的。金刚经上字字句句都可以作为法印。不只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不止啊。这个好的句子太多太多了。所以确实着随念一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四四法法里面呢来印证。譬如我们就是讲这个无住生心。无住生心是《金刚经》上的总原则、总原理。如果要把“无住生心”四个字做一个方印，哦，那个里就很有味道了。你念去“无住生心”，你再从下面念到上面，生心无住，还可以倒过头回头来念，无住心生。你念圆圈，心生无住啊！你怎么念，越念就越有味道。把它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在工作里面。这叫修菩萨心啊！存这个心呢，叫修菩萨道啊！学菩萨心啊！换言之，便是四四法法都向这法印上理会之，如此方是会用功人，在行住坐卧。不利这个义德真实受用的，这是确确实实，我们才会得真实的受用。无住不能有一丝毫的执着，身心念念利益一切众生，生这个心。那么这一段在这个经文前面说了这么多，为的是底下这一段经文的意思非常深、非常广啊、非常微细，所以在讲经文之前做一个整体的介绍再入经文就容易懂了如果不是这样详细介绍，这个经文的深意实在很难看得出来这一段的大课是要说明诸法空相，说明法不生。我们看佛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把这个意思为我们说清楚、说明白。先看经文，须菩提，
若有人也，如来若来若去，若作若悟，世人不解我所说意。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讲的是什么意思？实在讲我们不懂啊，看不出他的意思来啊。虽然前面呢讲了那么多啊，诸位看这个经文能懂意思？若不懂意思，看看这个扩起啊，这个小标题啊，这是第168段，勉相入体啊。怎样勉相呢？不着相，不着相啊，就见性体，就是性。而由此可知，佛原来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啊，他举的什么例子呢？他举的名号啊，举的符号啊，越圣号名利来取。举一个例子，如来这个名号啊，没有来取。你要说他如来者，若来若去若作，那你根本不懂的意思。名号如是，法法皆然，哪一法又来去了？来去的意思深了，八部里头的前面说过啊，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依不异，前面都讲过了。你懂得一句，全都懂了。知道一桩事情，不来不去，就晓得一切法都不生不灭，一切法都不依不异。你看，跟《金刚经》前面讲的意思就通了。可见的这一句话里头啊，意思真的很深很广很细。粗心的人念这一句不懂啊，不知道佛说什么意思啊。我们看注解，诸法空相是大乘法印。万法皆空，无论从体上说，无论从相上说，无论从作用上说，这个我们前面都说的很多很多。一般初学的啊，像小乘经上常讲，体讲空啊，相讲有啊，作用也讲有啊，不讲空啊。可是在大乘了义经上呢，跟我们说实话，体相作用俱不可得，这才彻底，这才究竟圆满。所以这个是大乘法印，不来不去等句，莫非法印啊？不来不去，像前面讲的，非一非一，无实无虚，都是法印啊，都是讲的原理原则。发音者，一切法皆可以此意印定之为也。
这是个原理。在数学里面讲，这是个公式。它能够涵盖一切，能够包括一切。此是例，这一句话是世尊在此地是举一个例子说，来去等皆是对待之思想。那么由此可知，凡是相对的思想都可以用这个例子来观察，我们才得到它的真相。不来不去啊，是于真心体。于真心体就是你要想明心见性。我们念佛的人啊，你要想得一心不乱。得一心不乱就是真性，就是明心见性。必须超越一切对待。我们为什么见不了心？为什么得不了一心？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相对的环境里面。相对不是真实。相对的相对立了，那诸法就不如了。超越相对，法法皆如，那就一如，一如才能见性啊。相对的是凡夫境界。你看四相，四相怎么来的？四相是从对待当中产生的。先有个我，我的对面就有人了，我跟人就对立了。我人是一边呢，对面就是众生了。那么由此可知，六道里头怎么建立的？从一个相对逐渐逐渐变成无量无边的对立。这个是六道的现象啊！佛的方法很巧妙，教给我们这是釜底抽薪。从什么地方呢？突破这个这么复杂的相对的环境，这么复杂的，它有个根源，那根源是我啊，把我去掉了，再复杂的。这个相对的马上就解决了嘛。所以佛教给我从我执法执上下手，这个法子非常妙啊，非常的高明啊。所以必须超越一切对待，空起虚相，空起诸法之相，皆面向入体之意。相前面说的很多，相不会灭，相是决定有啊。但是要知道，相是假相、幻相。为什么说的是假的，是幻的呢？它会变，它虽然不会灭，它会变。会变就不是真的。佛法里头讲真假，它的定义真是永远不变，那就叫真。会变呢，
就是假的。啊，我们这个身体的相，假的，它会变的。啊，不是一年一年的变呐，那变得太慢了，那你看走了眼呐。啊，也不是一天一天的变呐，刹那刹那在变。所以哪里有我呢？啊，不要以为哦，你从家里到这里来，实在讲，你家里也没有你，到这儿来也没有你呀。你在哪里呀？这个幻象刹那刹那在变呢，刹那相虚相啊！啊，要懂这个道理，要知道事实真相。我们在这做一秒钟，一秒钟不知道变了多少了，一秒钟太长太长了。啊，就以佛的方便说，也不可思议了。佛说这个，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个生灭了。啊，我们讲弹指一秒钟弹四次吧。我们一秒钟啊，已经有两个十万八千次的生灭的变化。你说我在哪里？确确实实没有我啊！《金刚经》讲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真话，是事实真相。所以空气虚相，这个空是不要执着，不要分别，永远不去分别，永远也不要执着，一切事呢随缘就好啊。学诸佛菩萨，诸佛菩萨怎么生活？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所以佛菩萨得大自在啊，得大解脱，解脱就是自在啊，就他懂得恒顺，懂得随缘。如果我们有分别，有执着，就决定不能随缘，决定不能随顺。那必须要把一切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啊，这个分别执着很难放下。啊，为什么放不下呢？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啊，如果真正明了了，在《金刚经》上这个话也是发音的。啊，三心不可得。这也是发音，我们也可以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常常想着这句话。三心不可得无我，我没有了，诸法呢，诸法空相，相有体空啊，了不可得了，内外俱不可得。我们这个分别执着放下了，再不做这个傻事情了。啊，分别执着是傻事，迷人干这个，觉悟的人没有了。啊，觉悟的人再不搞分别执着了。所以他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他一天到晚法喜充满了，快乐自在。所以
空起诸法之相。这个意思是，平常我们讲浅的意思，我们只说，这个我在讲经时候常讲，只讲什么？把我们心里面想的那个相去掉，没有叫你去外面，把心里头的思想拉掉，思啊就是分别，想就是着相，思那个心里头有个田呢，画上格子了，那分别，分别了就有界限了嘛，那个田字是表示界限，你心里头起了分别了，那想呢，想心里头就有相了。想一个人就有人的相，想一个事有事的相，想一个东西有一个东西的相。你看，把那个田拿掉，相拿掉，就剩下一个心了，那个心就干净了，就清净了。这个意思浅啊。《金刚经》上半部啊，有深有浅。金刚经到下半部这个讲法不行了，那这个讲法不彻底，固然心里面的妄想分别执着要没有，事实上的相自然相真没有，这个事实上这相是梦幻泡影，可见的《金刚经》后半部的意思，真的为深无浅啊。后半部的意思是广为细，确确实实没有，确确实实了不可得啊，这样才真正见性啊，真正能见性。即相即现，所以后半部经啊，法法皆是，不像前半部是法法皆非也，后半部是法法皆是，这个是面向入体的精微之意。他着一相，必知愈隐愈多，万相纷纭，永永不得清净。这是真的。刚才我说出这个六道里头，六道的这个现象，是无量无边的对立。形成这样复杂的现象，这种复杂的现象，实在讲，就是最初住了一个相，这佛在经上讲的，最初一念不觉而有无明，从这里第一个对立起来了，这一个对立起来啊，马上就起了个连锁的作用。从一个对立一变呢，就变成无量无边的对立，这个麻烦大了。这个就是六道轮回呀，怎么来的？怎么回事？把它的根源观察吧。读经闻法，不可着文字相，不可着言说相。这几句话，《大乘经》里面时时提示，
不断地在提示，为什么佛不厌其烦地这么多次地提出呢？实在讲，就是因为我们凡夫无量劫来分别执着的习气太深啊。说实在的话，佛提示一千次一万次都不多啊，我们没做到吧？做到了就不必再提了，没做到是时时刻刻要提醒的。我们今天读经，哪有不着文字上的道理啊？我们听经，哪有不着言说上的道理啊？果然不着，那就好办了，你读经会开悟，听经会见性。我们读经不开悟，听经也不见性，什么原因？著文字相，著言说相。这老毛病、老习气改不掉啊！哎，听了经啊，立刻讲通。哎，这个法师还讲得不错啊，比那个讲得好啊，那个不如这个，你看看，你不都在这分别执着打妄想吗？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所以说屡次的提醒呢，这是大慈大悲的。佛所说法，无非令人立相正信，故语言文字皆不可耻啊！我们读经学佛，我们的目的跟佛教给我们的目的不一样。佛教我们目的是希望我们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而我们学佛的目的是希望啊升官发财，家庭平安呢，健康长寿，目的不相同吧？佛那个目标啊，究竟圆满。我们这个目标太渺小了，太小了啊！但是我们这个小目标却牢牢的执着，死都不肯放松啊！啊，所以佛显示这个大的方向目标，我们永远不能够完成啊！这个道理在此地啊，佛的确《了义经》中苦口婆心为我们开示，希望我们在这里觉悟，真正学佛就是真正取佛所教导的方向目标，我们以见性、以成佛、以往生净土为目标，那你就要真学了，一切放下啊，都不能够执着了。这此人全不知心啊，这个就是经文里头说的若有人言，这是什么人呢？凡夫之人啊，就像我们现在啊，我们要问如来是什么意思？如来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怎么个讲法？你读了《金刚经》，如来是若来若去，若坐若卧。你讲的没错，《金刚经》上说的吧？
这个说法是不解如来所说意啊。前面经文上讲的那个意思很正确，如来者诸法如意啊，那个意思是对的啊，这个意思呢就完全错解了啊，是此人全部知性，著于名相啊，所以叫你不执着文字相，不执着言说相，他这个文字相、言说相啊，通通都着了。是与佛说之意毫无领会，故曰不解我所说意。何知此人不解？正与一切人深解空相之一趣。那么佛责备这个人，这菩萨聪明。佛责备这个人呢，从这个人的反面，就是菩萨应当要学习的。反面就是真正理解佛所说的一切。再看底下这段解释，为什么佛说他不解如来所说意。后一步，如来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故名如来。这是如来又一个意思，如来不来不去，非一非一啊，跟前面诸法如意一个意思啊，两种说法的一个意思。如来即是法身，法身常住不动，无所谓去来也。法身遍一切处，亦无虚乎去来也。佛的十号，成了佛都有十个号。这十个号呢，如来是第一个号。他排列的次序有关系，如来是排列第一个号。如果不证得如，那就不叫做成佛了。如是什么？如是真如本性的啊，这一点诸位同修要注意到啊，如是讲的真如本性，真如本性是法界的本体。现代哲学所说的宇宙万有的本体，这些哲学家在人间来讲非常聪明的人啊，哲学是求智慧的，他们在探讨宇宙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一切万物从哪里来的？要找它的根源。这个根源呢，就叫本体。找这个东西。这所有一切万物，我们今天讲太虚空，空间、时间。过去人家对时间还没有什么观念，现在这个科学家的时候要探讨时间从哪来的啊，空间从哪来的啊，地球时间空间呢也有起源之处啊，不是讲啊时空没有边际啊，
那是讲的广大没有边际，其实它还是有源头的啊。所以时间跟空间也不是真的，它也是个现象。自性变现出来啊，我们讲这个时空啊，是有开头，是有结束的啊，也就是说，时空都是有生命的。从什么地方去体会呢？从做梦。你想想，你做梦的时候，你梦中有没有时间空间？有啊，梦中确实有时空的，哪里能离得开时空？啊，梦里的时空从哪里？当然从发梦的时候出现，对吧？那就是时空的起点嘛。啊，什么时候时空灭了？一觉睡醒了，时空就灭了嘛。时空又在灭，所以它也不是真实的，也是虚妄的，妄想变现出来的啊。那么在《妙法》里面，空间时间都排在不相应刑法里面啊，有违法的啊。它的名词叫十分方分啊，时是时间啊，方就是方位啊，东南西北四维上下是方啊。因为啊，这个空间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因此啊，在无为法里头也把它放上，虚空无为。你看我们动物、植物、矿物啊，都有很明显的变化。啊，动物有生老病死，矿物有生住异灭，啊，矿物呢有成住坏空，很明显的这个变化。这个是空间好像没有看到变化。三千年空间是这样，三千年后空间还是这样的，没什么变化，所以也把它放到无为法。但是那个无为法也想着，无为法六个，只有真如无为是真的无为法，其他的五种相似无为啊，因为在里面呢看不到它的生灭，所以就把它放到无为法，但它不是真的无为法。所以我们从梦幻泡影里面就体会到了这个时空啊有生命啊。禅宗里面讲粉碎虚空啊，这个话是真的，它不是假的啊。那么在我们佛法里面也常说啊，大家不留意等觉菩萨破最后一品生相无明，你们听听这个名词，生相无明，生起一切现象嘛，那就是这个无明说生起一切现象嘛，这个现象里面就包括时空。如果这一品生相无明断了，时间空间就结束了，时空里面所有一切万事万物也结束了。可是诸佛如来大慈大悲，到那一个顶点的时候，现在科学家叫起点，奇异的奇，科学家把这个定作起点，就是我们佛法里讲的生相无明。等觉菩萨到这个境界，他不破，破不破？他不破。所以这个叫道家慈航，他不是没有能力破，他有能力，有能力而不破。不破就是
不把这个现象就好像在做梦一样，他可以醒过来，他不想醒，继续在做梦。做梦干什么？梦里头还有很多人在做梦啊，帮助那些人。他是可以醒来了，他要去帮助那些梦中人。这叫做大慈大悲啊，广度众生。他太有能力。所以科学家讲的起点的是我们佛经都有啊。但是这个点我们找不到啊，凭着科学仪器去探测那是探不到的，必须要甚深的禅定，才能把那个宇宙的起源那个地方找到，要等着菩萨再找到，所以如是真如。真如遍虚空法界，无处不在。你怎么能说它有来有去？就如同我们现在讲的无线电波，这个电视台里头放出来这个频率，这个电波。涵盖着整个地区，你不能说它有来有去。我这里有个电视机，频道一拨对了，画面马上就现前，你不能说它来啊。我把它关起来，不能说它去，它没有来去啊。这也是我们的真如本性，诸位要晓得，佛的真如本性。尽虚空变法界，我们的真如本性也是尽虚空变法界。今天晚上你们到这个讲堂来听经，你们来了没有？有没有来去？你要说我有来有去，就前面糊涂人，是人不解我说意啊。你从家到这听经，听完了再回家，有没有来去？不来不去。无所从来也无所去，这是真的。你确实没有来，确实没有去啊。确实没有来，为什么有来去的相呢？当初出生，当初灭尽。你有来去的这个相，是你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你要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你就看到真相。真相是没有来去。你在家里是在那个空间里面现象，到这个地方是在此地现象。你在路上走的时候，每一公尺每一米离呀，刹那刹那怎么变啊？那个相灭了，这个相生了，是这样的。当初出生，当初灭尽啊，哪有来去啊？由此可知，诸佛菩萨到这个我们这个世间来应化。有没有来去？没有啊！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不迷了，明心见性了，能力恢复了，得自在。我们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去听经，去度化众生，我们有没有来去？没有来去。我们可以现无量无边身，不止啊！《梵王经》上说的，释迦牟尼佛千百亿化身呐，千百亿有数量，其实没有数量，哪个地方有感，哪个地方就有应，
因为你的法身遍一切处啊，这个法身就像无线电波一样遍一切处，哪个地方有这个电视机一播就现前了。佛在这里举一个例子要晓得啊，佛如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是啊，没有例外的呀。这个意思深广微细啊，要体会这个意思，这是诸法实相啊，实相也就是空相，因为它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所以确确实实不来不去啊。啊，这个你一定要懂得，就是法身遍一切处，无所从来，亦无所去，非毕竟无来去。啊，要从相上讲。啊，实在相上讲，有现有影。啊，现象我们叫它来了，隐没了我们叫它去了。啊，实在是影现。而我们凡夫影现不自在，受业力的支配啊，什么叫业力呢？妄想啊，啊，这个业呢是造作，造作的结果叫做业啊，我们成天想东想西，成天在打妄想，妄想那个结果就叫做业啊，因为业力在支配，所以佛教给我们身心嘛，啊，身心，我不想别的嘛，我专想佛嘛，啊，想佛呢，佛的境界就现前啊。这个佛门也常说，大乘法里头讲十法界。一法界现，九法界隐啊，像我们现在人法界，十法界人法界，这个法界的相现出来，其他九个法界的相都没有了啊，都不见啊，隐藏了。那么这个法界现前的九战时间还是急还是长还是短，也是业力在做主宰这个有功夫的人啊，不要说是圣人，凡夫的功夫禅定啊，修得禅定的人，他是定功在主宰。色界天、无色界天，他是定功。定功还是业力啊？他的业跟我们一般的业不一样。他修定，欲界凡夫。善恶业力在主宰，善业现三善道的境界，恶业现三恶道的境界。这个境界的时候，境界是虚妄的，不是实在的啊！怎么会变现出来？业力在变现出来，所以它是业因果报啊。刹那生灭的相虚相啊，这个是六道里面的真相啊，我们要想的要清楚啊，啊，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那么诸佛菩萨在这个里面的应化，是他
愿力与众生业力交感而变现出来。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示现成佛，那是怎么回事情？他老人家的愿力跟我们众生的业力感应道交显现出来的，也是无来无去啊，通通都是无来无去啊。那么这个第二段里面说，非为毕竟无来去，这从相上讲，众生执着相现就来了，相不现就灭了，就去了。我们有这么一个执着，说来也无处啊，去也无处啊。无所者无去也，这个经上讲的无所，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没有处所。为什么没有处所呢？经虚空变法界是一个法身，你怎么能够说有处所？就像我们今天打开电视机的频道，画面出现，你怎么能说它有处所？我打开，来了；我关掉，去了。这个来去可以说，但是你说处所，你不能讲。如果有处所，就有一定的地方了，就这个处所、那个地方、那个处所就不行了，就不现了。它尽虚空变化界到处都现了。它可以同时啊，许许多多地方都出现了，没有处所啊。再有处所就错了，没有处所啊。形容法界法身本遍一切处，其根由来处去处乎？这是事实真相，绝对不是说哦成了佛了，如来国变的事情了，这与我们不相干，那错，那佛给我们讲的已经干什么？佛举他这个例子来说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的，不但每一个人，所有一切众生。连蚊虫蚂蚁也是这样的呀，蚂蚁它的业重啊，造作罪业重啊，堕了那么个小身啊，它也是当初出生当初出现的，它那个寿命长短也是受它业力支配的，都是业因果报的相续相。佛法讲轮回，六道轮回。其实六道轮回这桩事情，释迦牟尼佛没有出生之前，我们晓得古印度就有很多很多的宗教，在释迦牟尼佛之前，他们那些人因为古印度的宗教都修定，在禅定里面呢看到六道，所以六道轮回呀，是印度很古老的说法，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是事实啊。古印度这些宗教家们对于六道情况了解得很透彻，因为他们的定功能够升到飞翔飞向天，实在了不起啊。他知道六道之当然，不晓得六道之所以然，六道他都看到了，情况都了解，六道怎么来的他不知道，
六道怎么样超越他不知道啊。这个是佛才出现于世啊，为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啊。有不少人想超越六道，但是没办法啊。佛出现于世，把六道所以然的道理说出来了啊，教给大家超越六道轮回的方法。佛为这个才出现于世间的。现代的西洋人对这桩事情呢，逐渐逐渐接受了啊，有很多基督教徒，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相信轮回。现在在美国就很多啊，他怎么相信的呢？用科学方法证明了啊，在证明许许多多的方法当中，而占绝大多数的，他们用催眠术啊，把一个人催眠，催眠然后问他啊，你回过去，回到10年前、20年前。30年前，40年前都回到前身去了。啊，说你现在见到什么，他就说出来的状况。啊，你做什么事情，你的生活状况怎么样？所以这一问是有很多啊，是动物啊。啊，催眠术因此发现了人前身有很多是从动物里头来的啊，还带着有动物的习气啊。现在有很多说这个催眠呢，并不是有意要找前身的，不是生病啊，他害这个病的时候找了很多医生，很久都医不好啊，不知道怎么办，用催眠的方法呢，找到他疾病的来源啊，真能够找到，帮助这个医药的治疗，恢复他身心的健康啊。但是附带的呢，就找到前身去了啊，把这个轮回这桩事情证实了。我过去有一段时间不长，大概是有一年的时间啊，我看这个报纸杂志啊登的这些轮回这些事情呢，我就把它剪下来，哎，现在慢慢就变成一本书了啊，这个将来可以把它印出来，让净宗学会把它印出来啊，很有趣味啊，都是真的啊，都是真实的事情。那么像现在新加坡这些报纸上，我也常常看到登的有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如果有些人去收集，那我想一两年呢就变成一个小册子啊，这都是事实啊，让我们多了解这个宇宙人生的那些复杂的业因果报啊，我们从这些地方啊，这是事实摆在面前，你不能不相信，坚固我们对佛所讲的信心啊，才知道佛陀的伟大啊，佛陀的高明啊，宇宙人生一切事理现象，那讲的真是无微不至啊，讲的非常的透彻。所以要晓得一切法确确实实不来不去佛说这些话用意在哪里呢？还是教给我们无住生心，那我们不做不到嘛，所以越说越广
越说越深，越说越细，叫你彻底明白了。哎，这无著圣心是如此必要啊！啊，那就真干了。你看底下是意，即住而无住，无住而住啊，乃立相之极致，来去与不来去之相俱离。你必须彻底了解真相，什么业意来去这个念头就没有了，通通断掉了，恢复自信，真正的清净。那么佛说的无住身心，你才能做到真实圆满。无住身心里面功夫浅深差别的余力很大很大了。我们前面说过了，初初证得，就是初初可以做到无住身心了，原叫初住菩萨。可是从初住到等觉，那个距离太大了。佛常常在经上告诉我们，成佛修行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跟谁说的？不是跟我们说的。原教初住菩萨，也就是说，你真正做到了无住身心。那一天算起，算到三大阿僧祇劫，你证到法云地的菩萨，所以第一个阿僧祇劫证三十个位置，是住、是行、是回向。第二个阿僧祇劫从初地到七地，第三个阿僧祇劫八地、九地、十地。三大阿僧祇劫，从初住菩萨到法云地的菩萨，是这个算法的。没有证得初住以前不算了。这才想着这个无住身心前身差别很大，不是一样的。那么我们今天要想学，说实在话，学的什么？相似啊！我们学无住身心，是相似位啊。可能连相似位都做不到，相似位做不到的是观行位。天台大师讲六级，如果完全做不到，照着经讲，我也会讲啊，讲给大家听，听得很欢喜啊，完全没有做到啊，还是照住啊，还是妄想分别执着，那这叫名字位，有名无实，有解无行，名字位。有解有行，真的做了，真干了，那叫观行位。就常讲，你提得起观照功夫，这就叫前面讲这个法印。你能够把印无所住而生其心呢，时时刻刻在你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去体会，那是观行。你真正在用功啊，是真的做了，做到跟佛菩萨那个境界很接近，很像，但是还没有能证得菩萨的果位，那才叫相似位呀！相似位是很接近的。再往上面去，那分证，那就真的是初住菩萨了。
这是修学的三个阶段，三个层次。我们今天不用这个方法，但虽不用这个方法，原理原则相同的，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般若他们的方法，观照、照住、照见，照见，那就是分证为了，这原教初住了，照住是相思位，观照是观行位，那真用功，功夫用得上力了。那我们念佛呢，我们是用念阿弥陀佛这个方法，功夫成片，就是般若里面讲的观照，功夫成片了，我们念佛的功夫得力了，事业心不乱了，就是他们的照住相思维，理业心不乱了，就是他们的照见分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我们用的方法是念佛，但是念佛刚才讲过了，你要会念啊，那不会念不行啊。怎么叫会念呢？一心称念，那叫会念。你念佛还有二心还有三心，那个不会念，你怎么念功夫也不能成片所以念佛要真正得到念佛的利益，心要干净的世间法、出世间法统统放下，一心一意称念阿弥陀佛，那叫做会念，你才能够得功夫成片才能够得一心不乱我们今天这个念佛夹杂的太多了，觉明妙行菩萨讲得好，念佛最忌讳的是夹杂，我们不但夹杂这个世间法了，没有一样放得下，连佛法也放不下还夹杂着佛法，你说怎么得了呢不怀疑，可能我们同学们都做到不怀疑，但是夹杂间断这是我们功夫不得力的原因我们要痛改这个毛病要真正做到不夹杂不间断不间断呢，不是我们口里头念的不间断，心里头意念不间断不一定在口上你譬如这都是事实这老太太心里头常念挂着说孙子，她喜欢的这个孙子，她并没有一天到晚念着孙子孙子，没有没有念的也没有一天到晚就想孙子那个像，没有但她心上真有，随时随刻提别的事情都不注意，一提到孙子她眼睛就圆了，这说明他心上真有那叫意念我们如何能够像这些老太太把阿弥陀佛当作孙子就行了他心上真有那说别的他不注意不放在心上那一提起阿弥陀佛精神就来了，那就是念佛人你看看不一定佛号挂在口上心上真有这个是大势至菩萨讲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
必定讲心上真有啊，这才行啊！啊，这个是什么事情摆在面前，这是第一了，其他都排在后头啊，都不重要啊！啊，这样念佛才能成功啊，才能够念到功夫成片，念到一心不乱啊，这才决定能往生啊！啊，否则的话，有口无心。一面念一面又拉拉杂杂的想拉拉杂杂，这个不行，这个没用处。